你这才近半里半个月，关心那么远的事情做什么？而且，今年的区人考连平时成绩都不进。你现在的任务是好好练练你的基本功，别整天好高骛远、眼高手低。基本情况没什么基本情况，和美术高考一个样，素描、色彩、速写。没什么基本，提前熟悉。 想怎样就怎样吧，我是没见过哪个学生刚入门就能画成怎样惊天动地的。你要能吓我一跳，我还巴不得呢。好了，快回上课。天气还是这么热呢。下一局，只要吉贤也如此。 简而远道之人，无为乎来哉？还好吧，身体不错。下一句，那就好。李大四，啊，念一下。下一句，哪一句啊？剑阁峥嵘，而崔嵬，你完了。 下一句，王宇，下一句，秋成，你念。 下一句，秋成，到你念了。叫你，没人叫你，是到你了。集没集中精力听讲啊，快点，下一句。第三段，萌芽吮写。 啊！干嘛？上课打瞌睡，还这么凶，还啊？顶嘴！你们整个班啊，就不想学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看我语文课今儿占了你们画画课有意见啊？哼！我和你们讲，要不是国庆调课，我才不会跑来跟你们掰上文言文。 越是艺术班，文化分数就越重要，知道吗？你一直陷在这个样子，迟早后悔。和你说话了吗？坐下。你们这一届是我教过最烂的一届。下一句，文芷你读。锦城虽云乐。 不如早还家。读得很好，最近文芷同学进步非常大。你们啊，好好学习下人家。插班生，插班生怎么了？虽然一开始有点腼腆，但是现在读得比你们还优秀，丢不丢人啊你们？ 少熬点夜呀，对身体不好。最近温差也大，容易感冒哦。哦，身体没事就好了，革命的本钱嘛。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吧？秋成有什么安排吗？ 出来做点什么吗？哦，
也是呢。秋成，不，没什么了，快休息一下吧，下节课的数学老师更凶呢。你昨晚真去过了？嗯，去过了，在画画。画画？嗯，虽然不是很懂了，好像整晚都在临摹什么头像啊、素描的。哎，我的饮料呢？在这儿呢。话说那是石膏像吧？啊，谢了。我也不知道是石膏像还是什么像，大概就是那玩意儿，一颗头而已。画了。原来他晚上一直都在画画啊。谢了。我也不知道是石膏像还是什么像，大概就是那玩意儿，一颗头而已，画了好多呢，旁边一叠一叠的。谢了。嗯，那为什么突然画起画来了呢？嗯，看起来就是这样了，这就是答案吧，大概。那我就不知道了。瓶盖好紧啊。话说，你倒挺关心那个笨蛋的啊。莫小菊不也是吗？明明嘴上还说绝对不会去他家里的呢。那只是我偶尔路过。哦，是吗？我说是就是了，不相信就算了。对了，他晚上的那些画，画得怎么样呢？啊？什么怎么样？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的呢？啊，就算你这么问我，就是和他原来的画相比，有没有什么感觉？原来的画，说实话，觉得有些闷吧。闷？就是很沉很重，感觉没啥意思，大概。不过我也不是很懂，而且你们艺术班里画的那些东西好像也不需要多有意思。哦，怎么了？也没什么，只是感觉他心不在焉的，在想会不会画画也退步了。哦，反正我看不懂，可能也不是退步吧。也有可能是进步。是进步就好呢。是啊，是进步的话就好了。文芷，嗯，虽然可能说起来比较复杂，但秋成他是，秋成他肯定是，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的，所以，我绝不能让他，孟小菊，我绝不能让他。再一次回到以前的那个样子了。你说，那个游戏比赛是不是超级有意思啊？废话，那可是我千辛万苦争取下来的项目，而且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，整个国内找不到第二所这么玩的高中。装你妹啊，怎么可能嘛，这点小事断送不了的。你咋了这几天啊，跟条死鱼一样。不，我知道你是没睡好，谁都知道你没睡好，关键是干嘛没睡好啊。你这有新片子，问哥们分享一下，有点过分啊。矫情。对了，后天中秋想干嘛？
要不要陪我出去走走啊？那啥，顺便叫莫小菊一起。怎么可能？咱俩谁和谁啊？亲比金坚好吗？咱们这么纯洁的友谊啊，怎么可能让个妹子掺和进来？呼噜呼噜呼噜，你看，滚完了。哎，说真的，去哪逛逛呗？我们三个人。不不不，我是说我俩。你这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你爸爸我。好不容易家里没人了，和那丫头也和好了，可该好好出去玩了吧。等等，我说你这人啊。哦，秋成。那边赞助商的分红发下来了，这份是你的。对了，文芷和莫小菊也帮了忙的吧？是的，那这两份也给你，你就帮我分给他们吧，项目经理。争点，又不是什么大钱。什么这么多？合同上就是这么多，按效果付费，销售额提额分成，你的加班费，咱是不是说到做到了？不就是几个气球给他们文具店打打宣传而已吗？还帮着别的店卖了卖机械键盘，还有电竞鼠标，五件的光电鼠。1800 DPI， 好吧，还有肉松饼，我可没骗你啊，真真儿的。用了这个最不坑爹的 B 牌鼠标，和七班的莫小菊五五开，享受竞技，热爱生活，就用电竞专用 B 牌黑轴键盘，当时我就能五杀，瞬间爆炸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比赛之前呢，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B 牌肉松饼。你看，结果一个一个全卖疯了，我真没干啥事儿，于是就分这么多了。我们的牛肉粒绝对不含猪肉成分。话说，你最近好像气色不好啊？没事吧？莫非是有人联系你爸妈，说要把你带到广州去了？不可能啊！我就说嘛，我的情报网可是万无一失的。还以为今天又会一下课就跑不见了，赶上了，还能是谁啊？啊，是因为你啊，哈，多谢了外援。没什么没什么，正好我也有事找他，这人天天不见人影，也是挺麻烦的。哎，好了，你就乖乖的给老娘过来啊。喝碗热水。
刚才补充就是，这个好好吃啊！哎，文芷，你一定得尝尝看，这可是我老妈的拿手绝活。啊，谢谢。亲密的三角恋。哦，这个也好好吃啊。没错没错吧，和昨天的红烧肉比哪个更好吃啊？嗯，可能还是红烧肉更好吃。那看来老妈肯定得生闷气了。老爸煮，那你可千万别告诉阿姨啊。哎，文芷，再试试这个吧。没有被微波炉热过的哟，保温瓶带来的原汁原味。这香味是鸡汤。对的对的，我爸听说今天秋成也要来吃，特地早起熬的新鲜鸡汤。哎，秋成，你也喝点啊，别辜负了老爸的心意嘛。那老爸叫你尝。秋成，就尝一口吧。哎，怎么样怎么样？那再尝尝这个，陈阿姨做的鱼香肉丝。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，突然变精神了好多啊！因为让你精神一整天。你看，你看，我就说吧，这都是美食的力量。为什么呢？啊，对了，孟小菊，他今天也被老师批评了。啊，他昨天不也被你们老师批评了吗？哼，幸好没在咱班，不然照他这样，我们那秃瓢班主任分分钟不弄死他。所以说，如果秋成一直都这么精神就好了，是吧？对啊对啊，秋成一直这么精神就好了。所以知道了吗？哎呀，反正你就当我爸发挥余热吧。那老爸，刚不是说了吗？他知道你也要加入以后，可是马不停蹄的去弄了一整锅鸡汤呢。其实莫叔也爱你。真的了，绝对不是莫小菊逼莫叔这么干的。是莫叔爱你。然后洛眼今天中午还有会要开，所以没办法一起，估计明天就能见到他了。所以下食堂热菜的轮流排班，明天起就从秋成先开始。明天也会来的，对吧，秋成？你不来可就浪费了好多饭菜呢，说不定爸爸听到以后，晚上还会去你家揍你呢。莫叔没有欠你。哦，对了，你一直攥在手上的信封是啥？从一下课就看着你捏着了。他的五百斤，那个三个五百斤在你手上。奖金，哇，赏金五百，好多呀，我真的帮上忙了。那当然啦，没有文纸我们不可能做得那么好的，对吧？谢谢大家。秋成是五百对吧？我们一个人是两百。哦，我以为你们都五百。哦，感觉也是厉害啊，吃药那家伙一个人就分了我们仨900多块钱。我们仨，我好久没听到这个讲法，我们仨。你准备怎么花呢？你又变得很卡。对呀，好不容易来笔巨款，感觉应该去买点真正有用的东西。没错，就是高等工程数学。秋成也有很想要的东西吧？现在可以得偿所愿了，不是吗？真不缺啊。哎，你是闲夫啊？等等，怎么都是厨房里的东西啊？你自己没什么用的东西要买吗？没有啦，是莫小菊家的东西的。你有用的东西除了睡觉就是吃的吗？那你跟我一样。哎，我说你这个人啊。那还不如拿去叫 Uber。 哎，真是的，关键时刻还是得我们帮你啊，对吧，文芷？手机500块上下的吗？
有啊，有的，而且还蛮多的啊。我帮忙宣传的店里就是卖这玩意儿的。这么巧啊，那正好可以去池药帮忙的店子里去看看哦。那当然可以啊，随时欢迎，毕竟你们对那家店子来说也是一大工程呢。秋城好像没有手机的吧？你还偷偷的在那个人。有了手机和朋友们联系的时候可就方便多了。没错，鉴于最近总是找不到你人的各种前科，我们决定征用你的奖金给你配个手机。买智障型手机。所以秋城是怎么想的呢？要啦，冲了啦。秋城要是不愿意的话，我们也没办法真的征用了，所以只是提案啦，提案。不然叫池晨帮你买一只就好。秋城自己也没什么主意啊，我个人倒觉得挺好的。文芷，你听到了吗？要叫爸爸了。听到了，就算秋城觉得挺需要的。所以说剩下的就不用你担心了。所以就叫石药爸爸来了吗？哦，就是你手上这个嘛， Loki 啊，他诺基耶，大名牌啊。是啊，不过你们也可以去店里多看看，中秋节还有活动哦，我让老板再给你们打个折。那样不错。那你很有管道。莫小菊，不如就好啊。我等。好，我们那店就在隔壁商业街道当楼前面200米对面3楼。道当楼，顺便一说，10点就开门了，要挑东西的话早点来才好哦。文芷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定了。我知道了，那就后天上午10点。碰头的地方就商业街的道当楼吧，迟到的家伙请客。知道了，迟到的家伙请客。后天早上10点，道当楼，迟到的家伙请客哦。后天早上10点，道当楼，迟到的家伙要请客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就从了他们吧，顺便我也可以捞点外快哦，交易成立。他强制让你那个开心，其实你很喜欢吧？他都没有讲到爸他们什么时候回来。对啊，不知道他后面还没有提到那个他们要怎么把他处理。哦，秋晨来了，辛苦辛苦。既然秋晨都出现了，那看来咱班上的扫除差不多已经结束了吧。你还知道扫除啊？刚才老王不是在到处找人顶班吗？我出门的时候看到他找你扔活了。你工具人呢？哎呀哎呀，我也是牺牲了很多呢，各种意义上的。秋晨，你还真老好人啊，人家扔你活你就接，某种程度上还真能激起别人压榨你的欲望呢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反正都是男孩子啊。话说扫除归扫除，怎么做完还有心思跑来看我们了？啊？那家伙是这么说的。那家伙是这么说的。那又是另一个故事吗？怎么还在生气啊？如果他不这么说，你也不会帮他忙的吧？反倒只要告诉我们，那个女孩在校门外等我，我们可就都能心领神会了。你就原谅他呗。他妈的，恋爱中的男人都是盲目的。
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背后默默的支持他。哦，老王已经老王已经冲了是不是？他不我以为他也冲了。话说啊，恋爱的感觉好像真的很不错啊。哎，你想想啊，我们已经都高二了，可以好好放肆一番的时间估计也只有今年了。所以像老王那样不是挺好的吗？想喜欢谁就去追，结果如何也不重要。对，老王没有露过脸。这世界上最美好的感情可就是咱们这年纪的早恋了。请问眼镜仔会跟男主抢金毛吗？那不行耶，男主只能跟金毛耶。我这个中秋小假期想约他出去玩玩。眼镜也要冲了。你就没什么意见？不适合吃药啊，笨蛋。哦，我说是莫小菊，你故意逗我的吗？你的双马尾有对手啊？对啊，莫小菊。等等，你别这么大声音啊！现在为什么我选文字？这还没出学校呢。我早就知道眼镜仔要跟那个了，要追双马尾了。我就没说过假话好吗？也还好吧，也不算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啊，就是一直这么过来的。那家伙也挺可爱的不是啊？ Kepa。 对啊，说实话他脸蛋可不差好吧，高一的时候还有男生塞他情书，你也不是不知道。那只是告白的方式不对。被打哭，我可是老前辈啊，怎么奶都不能输的好吧。哦，青梅竹马没有输。虽然你这么说起来他性格上确实是有点微妙的不合群了，不过偶尔戳穿他话里漏洞的时候，那急急忙忙的样子不也很能激起保护欲吗？我合理怀疑你也是喜欢这个部分，然后你也想被他抓。怎么咱俩最近连妹子的事情都谈不拢了？你这完全还是成见太深，从小和他待了这么久导致你看不到他的闪光点。闪光点？我今晚就约他出来玩，等我成事之后你就知道他女人味的一面了。等你成事怎么听起来怪怪？所以说嘛，你会在幕后支持我的，对不对啊？那我就放心了。哎，等等，妈的，你说点好话行不？妈的，你就说点好话行不？哎，不行啊，轮月才必须是偷木雅才可以啊。哎，那是谁啊？你们班窗户口上啊。说真的啊，你看奇怪的人。不好意思，没有注意啊。就趴在你们班窗户上偷偷往里看呢。是个女的，似乎染了发，发型也好怪，但身材不错。是蚊子的心魔吗？哇，真真的倍儿棒，真的倍儿棒。我刚刚一直在做作业，真的不好意思。哎，会有那样的人吗？说起来倒也像，不过那可是个女孩啊，也会翻进去偷东西吗？这女孩为什么不能翻进去？我是想都这个时间了，再等夏末小菊就会放学了。啊，也是啊，还有十分钟也该下自习了，真巧啊。对吧，蚊子感觉不错吼。我也是蚊子派的。嗯，秋成，我们今晚也四个人一起回家吧，可以像运动会那天一样一起走好一段距离的。四个人？那当然不用了。你说洛言也要冲下来是不是？哎，洛言这边不行吗？哦，洛言要，洛言要做球了。不是，啊，只是那个，今天我得告诉。告诉。
哦，他想约了，我无情开约。哦，你想要2-2，2v2哦，这么厉害？就是、可以的意思吗？那秋成也一起等等他吧。啊，哈哈，啊。秋成。呵呵。就我觉得他们应该早知道了，就不想讲。莫小菊一定知道吧？我觉得那个起伏这么变化，哎，你还真的是决定要把这个咸鱼眼一路摆到家？没有，这边是文字台。有啊，一路都是。真是的，好不容易四个人一起回家，稍微看一下场合啊你。这个是最好的。没有啦，只要才是最好的。你和他都很怪啦，你就不谈了，这一个星期都这样。他那突然的才让我找不到呗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我们班主任真是太过分了，今天上课的时候非要说我又抄了洛言昨天的作业，还当着全班的面说。哟，哎，那他冤枉你了吗？关键是我昨天根本就没写，他怎么可能看出来是抄的洛言的？称赞配角的好在衬托我最爱双马尾没有哦，不能这样哎。没关系，文子派是不会再次停下来。哦，完了，他话剧社演技。不知道紧张个什么劲儿，感觉和他的笑点完全不搭边啊！现在还跑去专门给咱们买饮料，真是的，又不是没和别的女孩子一起走过路。没有了，他把你当男生了。那家伙是不是对文芝有意思啊？那他是想干嘛嘛？你们两个都奇怪死了，我都怀疑他说今天到你家去拿漫画的理由是不是真的了。要拿双马尾漫画了，真的是真的吗？啊？哦，在书店好像卖的挺好的，小说版好像出了很久了。所以说嘛，你会在幕后支持我的，对不对啊？对啦，我其实是非常认同小菊的性格的。但是我蚊子比较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么看着我？喂，秋成，想啥呢？一直盯着我。哼，没礼貌。没礼貌。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凉快起来啊？嗯，不能再去思考这些了 ，Pico。喂，等等！哎，等等，就陪我一会儿嘛，一个人多无聊啊！哎呦，我 Pico， 他只是想那个吧。喂，你给人打哟！哎，你们今天都怎么了呀？真是的。他先高歌离席。我没有说谎。啊，结果洛言没有回来，是不是？虽然我也挺感谢你给我和他共处的这个机会什么的，但是啊，气氛完全不对啊。要三人行才有机会啊。倒也没有怪你的意思啊，只是他可是真的有点生气啊，这种情况
就算老前辈我，也什么都说不出口吧。喏，接着，冰红茶。哇，你冰箱门开这么大，很浪费电的。装傻就装到底嘛，怎么不欢迎我？唉，背上那么大，哪顾得上脱鞋子啊。 Pink Pickle。是被拒绝了。哦，你冲了，幸灾乐祸。不过本来我也没想一步到位的，何况我只说今晚能找蚊子一起回家，我就已经知道三人行就有机会，没什么培养气氛的机会了。谁装疯卖傻了？那真的是有点好笑好吧。神经病。我说啊，莫小菊啊，这个月大家好辛苦啊，你也很努力在练习魔术针吧。他说啥？他说，喂，秋晨那个王八蛋到底去哪了？然后我就猜到你跑了，说，哎呀，他好像回去了。哎呀，他好像回去了。然后他就气炸了。然后啊？然后你冲了。然后我就问他明天有没有空，然后啊他说啊明天啊他要和你这个王八蛋出去玩呢，能动手的事我们就别吵吵了。能动手绝不动口啊。我给忘了。不管。你欠我个人情。我没有欠你哎。我说了，你心意我领了，但为什么就偏偏不告诉我他明天不可能有空呢？青梅竹马偏偏口。而且为啥总是你啊？为啥每次都是和你出去玩？你说明明是我先来的。就是因为没什么不行才让人感到恼火啊。因为我是主角，没错。你知道咱们高一的时候多少男生对他有意思没敢出手吗？因为没有叫你冲啊。就是因为你啊，上学是你在旁边，吃饭是你在旁边，放学是你在旁边，放假也都是和你在一起啊。零秒出手，你知道有多不合适吗？总之就因为你，大家就不得不放弃了。而且就像这样装傻充愣，目中无人，最讨厌了，最讨厌了。精虫上脑，还会被强烈斥，还会大声斥责。不行，我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啊，不是这个，我想问的是，你是不是也喜欢莫小菊？哦，我也喜欢莫小菊。你看，你在犹豫，你在迟疑，是，就是想不想和他每天在一起？是。哦，宣誓主权，我已经没跟他在一起了。你想不想和他倾诉心里话？想。那你想不想和他上床？冲过来，上，一起睡觉。几次啊！你这王八蛋！哇，你输得一塌糊涂啊，洛言。能动手不吵吵？这是哪家呀？吵死了！那个王八蛋！王八蛋！王八蛋！
你的青梅竹马，你怎么没打喷嚏？不要提到我哎。Resist。就真的有道当老哎。我也不是突发奇想才告诉你这些事的，只是不想让他的笑容再只能被你一个人的快乐与否所左右了。他明明还拥有许多东西的。没错，他明明可以为了其他人，我们有道当老还有 Starbucks， 可以为了其他想要做的事情而感到幸福的，明明可以不只看着你一个人而活着的。哦，宣誓主权了。前面那三个月消失，他为此消沉了多久你知道吗？所以那场比赛的确是我为了让他明白这一点。不行啊落叶，才争取下来的项目。可是现在你光是先天条件就输了，因为你这礼拜又开始耍些小朋友脾气而已，他就又开始变得忧心忡忡了。小脾气了，我看到那样想要重蹈覆辙的他，就觉得我必须告诉你这些了，我必须告诉你这些了。但是啊，如果你是喜欢着他的，我这一系列的努力就既没有赢面，没机会，也没有理由了。我只是想，即便你是喜欢着他，我也只是想让你也多考虑考虑下他的感受啊。不能只在乎你自己。Starbucks Coffee PFP 才是最好的选择。 PFP 是什么？早。好早啊。因为迟到会请客的啦。迟到请客呀，太可爱了。这边这条街好热闹啊，我还是第一次来这儿呢。没有，小镇就喜欢青梅竹马这种的。怎么了？还是没有睡好？他也是双马尾铁粉。家伙，给你。那个大的是我冰红茶，我就喜欢这种。你喜欢喝的吧？有容乃大的。喏，还有一瓶，这是莫小菊的那份，不过由你来送给他吧。大会蒙蔽每个人的双眼，没错，只有我看得一清二楚。比起我来，你更需要送他点什么吧？没错，就是魔物猎人 Monster Hunter Rise。不然，明明住在一个小区里，为什么不和他一起过来呢？在我面前可爱不堪一击的，哦对，在大面前可爱不堪一击，没错。狠狠的压下去。你这个王八蛋，王八蛋，王八蛋！王八蛋，王八蛋！我一大早就跑到你家门口吹了5分钟，还以为你死了，知不知道呀？吓得我赶快打你家电话，又打了5分钟，还是闻着发短信告诉我，你丫的，我才知道你丫的已经到了。你丫的好夸张啊！我就差没翻你窗户了，知道吗？昨天晚上也是，到底在发什么疯呀？好了好了，先坐下来吃点什么吧。没心情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看在他还送你饮料的份上，就饶了他吧。你怎么可能原谅他呀？所以说，你这家伙真是的。哼，你该的。这还像点话。草莓新地。哦，
很快就被驯化了。那你很好养哎。嗯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没说什么了。没有啊，小镇真心爱吃药的。The air smells like cheating， 这味道是说谎的味道。哎呦，你们真来了。哇，你这是什么打扮？用那么一张只露八颗牙齿的直接微笑，实际上却令人感觉皮笑肉不笑地看着我的时候，一股微妙又复杂的抗拒感从我心里油然而生。只要中午好。我跟你讲啊 ，Gelo Game 传统，金发男子。好，官员好啊，今天生意如何？还行还行，虽然是过节，这片也就那样。几位先随便看看。不过也就因为如此，这份小工才这么轻松嘛。那还算小工吗？还能顺便带他出来玩玩。那妹妹。戴洛哥哥。戴洛哥哥。石果。石果妹妹，中午好。哦，好久不见啦。兄妹言行。姐姐好。莫小菊姐姐好。说了放假嘛，家里又没啥玩的，有妹妹跟着我过来了。你说要不要，要不要来我家，可以跟我妹妹玩哦。哦，吃药。你熟人？虽然是金发，但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就早上和您说过的，我同学。所以右下老板才是那个主角。打扰了，我们过来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手机。后面什么都不想看。哦，是你们。我都听池耀说了，多亏了你们，最近好多学生来我这儿订鼠标键盘呢。鼠标键盘呢？我们也没做什么啦，没有欠你。那你们就随便看看吧，选好了我给你们打个折。谢谢老板。那你们看啊，我去忙了。那当然了，各种意义上都挺有能耐，对吧？哎，好了好了，别扯了啊！哎，吃果快来，给你带路哥哥推荐几款手机吧。好嘞，包在吃果身上。好嘞，好耶。iPhone 12 Pro Max。怎么样，这部手感？别叹气嘛，这部LOW 76确实不错的了。LOW 76眼光独到哦。也怎么了？不好意思花女孩子们的钱？这都21世纪了，还把着这样的大男子主义，有点政治危险哦。那两妹子也亲口说了的吧，反正是意外之财，他们早就想着怎么把这笔钱还给你了，你就大大方方的接着吧。你拿我那份分红的时候怎么就没这么急迫啊？因为你是金发男子。所以说你要是觉得受不住，觉得亏欠了人家，就想想怎么用以后的行动去和他们礼尚往来吧。我有欠你们呢。不是借了，我拿这钱又没什么用，不如给你一起好好的换不趁手的，最起码心情能高兴点，对吧？会不会其实开到老师线呢、啊？最后跟朱特在一起，反正是意外之财了，对吧，文芷？我也不缺这点了。好啦，你就接着吧，反正你也挺中意他的，对吧？从交易的角度考虑，我也推荐哦。不讲性价比，我的提成也超高的。石果也看出来了。本来觉得就没什么必要告诉你，不过无所谓了，你又不敢反对。因为秋成就是这样的性格吗？如果提前告诉了你的话，你今天肯定不会来这里的。没错。好了，开心点开心点，这就算我们送你的礼物吧。戴洛哥哥脸好红啊。怎么样，
心情好多了吧？是吗？那干嘛不陪他们三个一起去逛商场啊？两个人实际上早已看穿了一切。脚步慢下来了吧？因为不要停下来啊。说你呀、啊，我感心里挂念的东西多了吧？现在的你不如之前果敢了。偷看一下这句。说你呀、啊，我感觉你有点迷茫了。没什么，我已经看穿一切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先上楼回店里了。其实他是在宣示主权的。顺便，就是我看他们就在隔壁的新世界百货里。按我妹的习惯，大概现在正拉着他们去看女装了吧。秋成，越是想完美的解决掉所有事，越是连一件事都做不好。像做生意一样，订单多不要紧，真的，一笔一笔的解决就好。这可是我的亲身经历哦。哦，最后一件事，真的，一天做一件就好了。你手机的发票，还有找的钱，别怪我耍了小聪明啊！谁让我妹都说带路哥哥是个木头脑袋呢？拜喽。里面偷塞一张支票。那听起来像信的声音。我很开心哦，而且池果今天也挺开心的。还和他一起逛了好多女装店呢，莫小菊他也好像特别喜欢那种地方似的。没错，我倒无所谓了，衣服合身的有几套就好了。信乐团主唱切货歌姬，死了都要爱。那个时候我也有点累了嘛。从裤兜里感觉到有震动带来一股新鲜的酥麻感，听起来怪怪的。只要他也学会捉弄我们了呀。金发男在调皮。被他骗了。哇，那你根本没花掉。我只是不小心把姑娘们的想法透露了一点点给你而已。谁让你每天一脸死鱼笑，根本不知道周围的人在想啥呢？没有了，不用谢的了，又没有用我们的钱，而且我莫小菊还有吃果妹妹今天都很开心，但你自己开不开心倒是没听你说过。哦，你说那个吗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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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跟那个 I know I never let you down， 那个前面有点像。有啊，你说那个 OP 的对不对？你说这个对不对？等一下，这个对不对？不能那样回答的了，你不说的话我和莫小菊根本不会知道的吧。 I know I know I've never let you down。 帮你硬凑。塔诺西，那就好。没关系的，你也说过不是什么要紧事，就已经很好了。爸爸好像给家里座机打电话了，那我就先挂了，有事我就给你发短信啊。都说了不用谢了，晚安。处女通话。Loki 啊，中国移动二零零五已有年。你说 Sayonara 吗？
新信息来自莫小菊。在干嘛？刚开始准备画，刚准备开始画画。你呢？发送成功。然后传过来，撒尤那拉。开始一长串。哦，加油，累死啊！那我要睡啊。行，晚安。那我要睡啊。今天开心吗？楽しい。哎，我该不会真的选到小菊线的吧？小菊线921，没事，中国没有九，中国没有国难921，中国的国难日不是921，没事，没有6月4号而已。欠揍我们铃声，走出来吃药。没有，没有，是吃药。走啊 ！Fuck， 怎么是你？喂，给我开门啊，白痴！我好不容易跑那么远才特地过来找你的，居然就这么把我……再滚！耶！啊，大哥，我错了，您开下门吧。太狠了。别这样嘛。咱们进去说话吧。亲爱的。你起码还能睡得着。你兄弟这几天可是夜不能寐啊。爽爽爽爽爽，爽了死！等等啊，我这就说，那啥，今天来呢，是想跟你说一些事情，想和你说一些很重要的事情。前天和你说的那些话，就是前天晚上我在这儿和你说的话，后来想想，还是自己太冲动了。本来可以冷冷静静说清楚的事啊，我却非得像教训人一样。所以考虑到你是不是生我气了啊，这样子也确实是我先说喜欢莫小菊什么的那一大堆的，这么早过来就是想说，你大老远跑来这里就是想跟我说这些？果然，那我要睡了，生气了是吗？也就是说你没有太在意啊。那我们还是好朋友了？没有，我们已经不再是朋友了，我们现在是基友了。有什么事都可以商量，有困难都会互相帮助啊，这样子的了。太好了，好喂，果然你还是我最好的哥们儿，度量够大。那终究是疯掉啊，我只是为了确认一下下嘛。啊，好了好了，说正事。那啥，前天我不是问了他昨天有没有空吗？然后被你这王八蛋捷足先登就黄了，对不对？捷足先登，感觉惹他生气了还是怎么的？昨天给他发过短信，也没有怎么回我。哎，这样有C吗？换一个麦。大概就是我发3条，他
他只回一条，这种感觉。完了，他不想理你。真的。所以我就想问，他是不是生气了？哎，你不能这样哎。之类的。不爱生气都爱生气。我就是想着拜托你去问问他嘛，比如打个电话，登门拜访一下什么的，稍微搭着问问我的事嘛。何等可能自称老前辈？好啊，别贫了，就帮兄弟一下嘛。兄弟帮守则，对你来说不就一个电话的事，对我来说风险可就大了。你笨呐，你笨呐，这事急不得，万一太过被他讨厌了，别说告白，连朋友都做不成了。哦，我看又开台了。也不是一定非得电话，这么早，说不定他还在睡觉呢。那怎么会睡？说的容易啊，你拿什么发呀？电报？摩尔斯电码会敲吗？摩尔斯电码？哦，手机啊。他。妈的，想不到你是浓眉大眼的，也是头海豹，上岸就晒，上岸就晒。海豹你个北极熊。好了好了，短信也行，短信也行，就快发个吧。嗯，就先打个招呼呗。打个招呼，然后看看今天下午有没有空。Hello， 正好约他咱们三个一起出去玩。这里是台湾。好好好，先发先发，然后见机行事。见机行事。行行，快发快发。毛病。好快呀、啊！给我回信息的时候，从来没这么快过。哎，因为你是落眼呐、啊。来自文职。那是谁的？催缴话费？移不动还是连不通？你一天就把话费用完了？少那么啰嗦，打扰了，今天有空吗？下个星期有色彩课吗？要不要一起去买点颜料？笑脸哦。那郁闷，冲了！我不服，我不服，我不服，我不服！我不服，我不服，我不服，我不服！把我身上白色颜料喷到你身上，没错。等一下莫小菊的短信。没错没错，我要把我的，我先跟文纸装下你没行，我要把我的高颅解压膏喷到你身上。我靠，你怎么这么快啊？你这见色忘义，重色轻友，有了奶忘了哥，有义气没人性的王八蛋。那当然，蒙蔽了我的双眼。哥，短信来了，来自莫小菊，开门。查水表。你完蛋了。啊，不对，是你们。哈。哈哈。看来是真的来还漫画书的呀。现在倒觉得落眼看漫画的速度真快呢。那么厚的单行本，我现在发现他穿正义执行，执行正义。也没有啊。好了，不说那个了。好、哦，你醒了正好，快穿好衣服啊，出门了，出门了。嗯，你啊？哈？哎，什么哈什么呀？老爸准备载我去电脑城买点素材，一起去啊。电脑城？等等，素材？那是啥？换显卡喽。老爸开车，而且可以买好多新游戏，还说好请我们吃饭呢。嗯，就是有点不一样的线上游戏。好不容易抽出时间来你家玩的吧？啊，洛言不能跟哦。哎、不哭不哭，乖啦乖啦。洛言，还是我们转洛言线。怎么样？去不去？同意了，那师傅同意。这个
答应了什么呀？哦，出事了！那个丫头也发出选择，这里发出了选择字的声音。秋晨，我好恨你啊！哎，不对，我是选文字图，哎，应该不会，应该会是，应该是会跟文字走吧。真是不好意思，没打扰到你休息吧？啊，没有，当然没有。嗯，谢谢你打扰我。谢谢啊。我是觉得，既然昨天已经逛了一天，那今天也要陪我出来，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啊，阿路也没有去哦，难过。怎么了？好耶，今天人好多呀。嗯，感觉上比昨天要多一点。啊，没事，人有点多，擦到了一下下。有色鬼还偷摸，没礼貌。没事了，估计也是赶着回家的吧。没有礼貌。团圆。你家应该没有团圆。啊，我倒还没想到那么多了，而且你家里不是也没有人吗？嗯，我也是，早就习惯了。我会的，不过真的有必要非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埋吗？你打点的好清楚啊，精打细算。嗯，不过感觉人很多的样子。也不是了，只是不太习惯而已。只有我们俩呀。嗯，说的也是，呵呵，好像是个好办法呢。啊，没有了。哦，这样就安全多了。啊，当然是那个啊，降低来回行人磨蹭可能啊。不喜欢，那我还是。非常喜欢。是谁刚才说就当只有我们俩的？嗯，我高兴就好。哎，我也很高兴。其实他都来这种。青年路到了，青年路到了，请勿靠近屏蔽门，请乘客排队候车，先下后上。注意列车与站台之间的空隙。就发现那条有台语的。青年路第八到啊。怎么会这样的呀？哇，居然还有 C 动图哎！这也太过分了。中国就是这么挤，把你挤成沙丁鱼，好难为情。啊，压力真的大，欺负人。没扯了，是车子有点晃。那个，现在可以我这样偷偷坐，不要紧吗？现在就是这时候可以做不该做的事情的。没错，就是成语接龙。对不起，要是我不说今天出来就好了。啊，
感觉呼吸都变得困难了。呼吸好困难。行李门到了，行李门到了，请勿靠近屏蔽门，请乘客排队候车，先下后上，注意列车与站台之间的空隙。13亿亚历山大，这下简直都没法呼吸了。列车即将启动，请各位乘客站稳扶好。下一站，江汉路。江汉路。江西哪？嫁不出去了。其实你这样还挺稳的，比刚刚好多了。不然你就怎么样了？刚刚开玩笑的啦。不过真的挺稳的，身体还有心里都变得安稳了。因为他已经那个了，已经在一起了，跟我现在真的感觉只有我们两个人了呢。从没有想过，也从没有感到过，在这种环境里还能这么安心。薄荷，你心跳声有点大呀。大。扑通扑通的，很好听。就是听到了。秋城一直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一个人努力着吧。孟小菊她很担心你哦，我也一样。她告诉我你一直一直都一个人闷在家里练习画画，虽然她说自己看不太懂，不知道画得好不好，但是他也相信着秋城一定是很努力的在画。他说他全部都懂，秋城会在什么时候才会这样努力的，在什么时候才会这样消沉，他全部都懂的，所以他才想要我也一起来帮忙，想尽办法也要把你拉出来，也想要让你知道。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的，文芷，我不能让他再一次回到以前的那个样子了。他是这么说的，所以
我也想了好多。秋晨和莫小菊帮过我许多许多，饭卡也好，带我重温和朋友们在一起的感觉也好，运动会上帮我解围也好，真的谢谢你们。所以我也想试着去报答一下你们，但就凭我这样的女孩子，还真的没什么信心说我能帮到她什么，或者我能帮到你什么。因为我只是一个除了画画什么都不会的女孩子，所以如果秋成是为了画画而感到苦恼的话，就算是我，是不是也能够帮得到你们呢？大概这么想了。所以今天就和你发了那样的短信，虽然发出去就后悔了，都没和他商量，都没和你商量，就这么草率地邀请你。不过我也想，虽然我没有莫小菊那么了解你，但是不是也能像他一样多多少少地理解到你的想法呢？因为我可能也是这样想的吧，总是问着自己是不是应该一个人比较好，总是问着自己是不是不要让其他人太接近我比较好，只有这样大家才是最幸福的，只有这样才伤害不到其他人。所以一个人努力就好，只要让爸爸他放心就好。但是最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想和大家在一起，想跟你们一起吃饭，想跟你们一起回家，这样的感觉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过了。所以现在的我居然还能这样的听见其他人的心跳，真的有点不太敢想象。但是呢，我还是觉得和朋友在一起果然还是很开心，秋成一定也是这么觉得的吧。对不起啊，突然一下全都说的是自己。可我明明对秋成对莫小菊什么也不了解来着。也是点，不过也还有一种可能，我们在之前大概还是见过一次面的吧。和你说的一样，这里好大呀。我家很大。
怎么会了？欢迎又不是小孩子，欢迎你们来书城玩。再说已经有手机了吧？不想打电话就好了。哇，都是石膏像！哇，柏拉图、拉奥孔、阿波罗，还有狮子头哎！狮子，你刚是说狮子头吗？狮子头，不好意思，啊，红烧狮子头，有那么不像我吗？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？那个你都记得呀？只答对了一半，另一半是你的 SSR 文字就这样被你得到了啊。这是朱特推荐过的画册呢，快点过来看呀。朱特去联考哦，那直接讲了。是有个这样的考试。怎么了？你要参加吗？哦，当然考过了。难度啊，和美术高考没什么区别吧？科目一样。人头像素描、静物色彩写生和速写，然后考试时间也一样，出题的难度也和高考基本是一样的。哪一年的十月左右？怕？大概是十月中旬，具体的好像得按区里安排，每年都不太一样。不过这个考试并不会算进大家的平时成绩的啦。你知道，朱特他好像没怎么提起过这个。哦，那秋成知道的话，大可以放心考的。不计入成绩的话，不需要太有压力的。啊？为什么是班上？不，也不是，就是有点好奇，为什么非要拿这个班上的名次？啊，对不起，秋成不想说的话题，我却还。Pimpico， 能提到这个，我想想，秋成要拿到班上的前十名呢，在十月中旬之前。可能达不到哦，因为就和刚才说的一样，秋成才进班里三个礼拜不到啊。就算宣传画画的再有意思，考试检查的也永远是功利啊。你开外挂了。画画这种事情，行家可是一眼就能看出功利的，不然这样其他人都是塑胶。我们班里朱特也表扬过好几个同学吧。那几个人一年的努力，秋成短时间内是超越不了的哦。怎么了？突然问这个问题？天才都这么说了。检测？哦，原来如此，所以才会是班上是吧？我确实是这么想过了，毕竟提起来是区联考嘛。不过。没关系的啦，这还有一个月呢。对啊，一个月。那谁知道呢？我不知道。重吧？没有了，我这包只是素描纸而已，不重的。
刚才路上和你说的有没有记住啊？哎，真的？我给忘了。一点没错，给你挑的都是名家，要好好学习他们的技法哦。既然想检测自己的水平，自然就要做最有效率的训练了。就凭朱特现在的进度，等到那时怕是连检测水平都检测不出来呢。像这样提着东西也没法抓着你的袖子一起走了。也是也是。今天感觉怎么样呢？我也有点累了。我也是。挺开心的。没事的，秋晨不用道歉的了。不论是我还是莫小菊，都没有想强行让你告诉我们。只是，如果你想说出来，随时可以来找我，就像那天在莫小菊家里一样。哦，信不过我的话，找莫小菊商量也好啊。当然，最好是让我们一起努力吧，就像那个周末一样。你问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真的很像吗？一模一样的。所以你在想什么，我大概都能猜出来的了。谢谢了，今天陪我一天，那我就先上去了。那个呀，怎么了？秋成，没什么了，我们是朋友吗？这篇好看，这是我今天最想要看的环节。那小弟弟先，今天先开到这，有点累了，连做两天，搞连做两天健身环太累了，看这个字看字看好累哦，先开到这边好了，之后再继续。没错，露营时间到喽！哇，我等下过去啊，两天啊，今天我动两天的，我可以给你看照片，我还有记录，干有够累，跟快挂了。没有啦，这两天而已啦，我还在想明天要不要继续，可是我觉得明天再做会挂掉，好累哦。No, I never let you down. 感觉你讲之后就觉得越听越像。看一下星图，他还有放他可爱小抄都放在这边，很可爱。他有 DLC， 可他 DLC 我还没特别去研究。他没放在左下角，他应该有放在左下角啊。他这次没有放。他总共有五张。
那我们还有，哇，他有分这个章节，现在发现，我们现在已经是在昂首阔步挺进的泥潭。打 DLC 的话，可能我等我全破完再看看吧。啊，我这边先收了，拜拜。不不不不不。